老铁，别说了，很难过，很难过，很难过呀，很难过。坐这里，坐旁边。坐这里干嘛？坐一下，等下下播了。我要去姐姐直播间去了。我抱一抱你，抱一抱你才有动力。缩两口吧。这段感情里，我其实一直都是你别卑微的一方，但是为了我的老公，我愿意。别说话，说出来你会后悔的。我说到做到。他做了一件很夸张的事情，但是我不敢说，所以就会被封。嗯。叫什么叫呀？你好恶心啊！老铁他在乱叫，老铁家人们他在乱叫，他总是说我胖，家人们过去胖了，不胖的，哪里胖？不能说，说了被封号。走了，我去姐姐那里去。我舍不得你。